又到了李子成熟的季节，南投县水里乡的桃街里开始采收，星星国小老师也带着学生体验教学。南投县水里乡星星国小周边的桃街里已经成熟，开始采收了。校方15号安排学生到李子园摘红彤彤的李子，还有翠李 DIY。小朋友玩得不亦乐乎，直呼好有趣，可以了解李子怎么来，还有鲜李可以吃，真是一举数得。很好玩，因为学校不会举办这种腌李子。感觉怎么样？因为没有做过这样的事。每年4到5月是星星村李子采收的季节，配合地方农业，学校规划李子腌制教学活动，从体验采李子、介绍李子基本知识，到亲手腌制李子，一连串的活动都让孩子们对家乡的产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让小朋友了解到地方的产业，了解到我们家中的经济的主要来源，好让小朋友也体会到我们家中的一个产业的情形。一边体验一边学习，星星国小总务主任黄志考表示，借由这个活动也让孩子们知道家长的辛苦。联合报黄宏基南投报道。